能家商的自厨科主任给我们电竞特色班非常多的资源，让我们在这个环境上可以有非常好的发挥跟学习空间。有就是被抄近15分就结束了。就是我们以前的上路选手睡觉的时候，就是常常打呼，然后超级大声，还会有回音。南雄市，好。